那么36节我们要讲的是求下面这些所给的问题函数的一个渐进线。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题目来讲，第一个题目所给的函数 f(x) 本身是给3x 再来加上2除以2倍的 x 减掉1。那么这个函数所给的渐进线，首先我们先来观察。那么你会发现到是第一个情形，当我们的 limit x 靠近到二分之一的时候，这个函数 f(x) 的值会接近到正负无限大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的是 x 等于二分之一这条线是它的垂直渐进线。那么再往下看的是第二个情况，那么在我们的 x 趋近到正负无限大的时候，这个函数 f(x) 本身来讲，它的极限值将会是我们所讲的2分之3，所以你会发现到的是 y 等于二分之三这条直线是它的水平渐进线。那么再看第三个情况，第三个情况你将会发现到是这个函数 x 趋近到正负无限大的时候，我们看看x 分之 f(x) 那么这个极限值本身是 x 趋近到正负无限大的时候两倍的 x 平方减掉 x 分之 3x 再来加上2等于0，所以你会发现到 f(x) 本身来讲的话，它并没有斜渐进线。那么渐进线本身的一个问题，在函数的作图里面来讲，它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所以在这一节的情况之下来讲，那么同学要好好学习渐进线的一个做法。